因为最近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字体的部分，一开始呢就是有了这个，这里哈，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一篇文章，您先了解一下。在打开网页过程，我先问一下老师，请问您电脑里面有没有什么，就是除了微软系标楷跟正黑体以外，您电脑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字体？哪一家公司？你不要讲出来，现在有录。可能你多多少少因为电脑有其他的字体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买？这就是问题了。哎，用点头摇头就好，不要讲话。录影机没看到，好，开玩笑的哦。就是说，因为呢，字体的部分，可能大家也许就想说，啊，我买电脑来啦，或者是可能有朋友啊，就顺便帮你弄一下，对。但是那些字体，因为你不曾购买过正式版，所以其实您在使用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有侵权的疑虑。以前我们都比较讲究啊，文章啊、照片啊、影片的著作权，对不对？可是字型有没有？也有版权啊。所以说这个会有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什么？因为刚好前一段时间有那个 YouTuber 嘛，他把那个一些字型啊，哦，就放在网络上，就他自己做影片啊，哎，然后就在里面用了，然后就被告，哎，那因为我也有广告公司朋友，他也是这种情形，哦，就是他们做的印刷品也已经有用到，但是呢，就是虽然有买，但是它的授权不一样，哦，那目前可以用的中文字型免费的，老实讲，真的比较少，好，哦，真的比较少。好，那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思源黑体跟思源重体，这个其实就是各位老师您在手机上用的一些字型，因为这个是 Adobe 跟 Google 开发的，而且是确定是免费的，啊，因为它共通字型，就是所有装置都可以用的，啊，就像是一个哈，那所以你往下看，你们这里我把稍微那个稍微写一下，好，那除了这一篇以外啊，其实我们最重要是要让大家认识一下，就是那个授权方案。阿伯，你万一被抓到，你来喊这个就没有用了嘛。想到这个，我才突然想到，刚刚去洗手间的时候，看到两个字，我突然愣了一下，我还突然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什么东西。哎，我第一次知道。雪文的代理叫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黑屏幕的请叫做肥皂就好了，就得空啊，哦，对啊，直接直译这样好像怪怪的。来，我们看下来，往下走。我们一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华康跟文鼎，在台湾的哈，哦，最常见的。那现在华康叫做微风数位，好，哦，微风数位。那它最近呢，就是那一个事件以后，大家都。反应很大嘛，所以他也现在说了，因为其实啊，我们用的微软的里面是不是有新系统跟标楷，那个也是他们家的。然后呢，微软里面的那个字体，它只授权在你的电脑上用而已，所以你不能用在商业用途。所以说，他就是如果他连那个都要抓，大家都是现行犯。但是不可否认，现在是真的那个没有版权哦。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没有拥有权哦。那个字体你虽然可以用，但只在你电脑里面个人使用而已哦。你用在商业用途都不 OK 哦。你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像这个微风的，就是我们华康，它有两种的方案，一个就是珍藏版的，一个就是单套字型的。但是呢，你看一下。他现在不是买断的，第一种的叫租用的方案，老师有没有付费？可能要请，如果洪老师我们学校要用这个的话，就要按要编列预算，有没有？当地都会编列预算，你知道？嘿，你看基本版一台千倍，专业版一台两万起，但是最重要是你要了解一下授权可以使用在哪里。基本版只用在印刷部，所以老师用在教材里面行不行？电子档不是印刷品，影片
不是印刷品，网页不是印刷品，这样了解了吧？好，所以如果说你要用在就是所谓其他印刷品以外的，都要用专业版，所以买的意愿应该就不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写这系列文章。好，那你往下走，想说啊，我单套买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但是只能用在印刷品，一套2000块。所以以前其实我也有买一些精美的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去看那个授权，都没有看授权。所以最重要就是单套的只能用在哪里？有没有看到印刷品？也不能做 logo。如果学校里面有出版刊物，即使是免费的，也不能用。再也没有发现，你现在才发现说，原来这里也不能用，那里也不能用，有没有？就好像我们影片是有分公播版跟家用版，对吧？不同的授权范围，价格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走，你想说那文鼎的行不行？我们来看一下文鼎的字型没有那么多。刚刚华康的是说24000的，给你5000多套字，各位老师，你平常用的有超过10套吗？另外5300多套你要放哪里？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文鼎的比较少一点，有没有字型比较少，所以呢，授权方案比较便宜，它只有租的方案，这样了解？也是一样，那它的这个授权方案，你都要单套买的，1年1500。它现在都很聪明啊，都让你订阅的，这样它才能够永永久久。哎，你只要使用就可以永久，但是它有教育方案的哦，有教育方案就相对比较便宜，好，相对比较便宜哦。那重点，它的使用范围可以比较广泛一点，它的区分是以自用或是提供他人使用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买了，那你自己用的，你可以用所谓的标准版，比较便宜嘛。但是你今天做了之后是要给别人用，比如说像广告公司，对不对？我做了之后是给别人使用的，我做网站是给别人使用的，那你就必须要所谓的进阶版，这样了解？所以看了这两个之后，还想不想再用？不想的，对，所以你就要来看另外一个。目前可以找到最多的就是网汉中。如果老师需要比较多的字型，因为在国小里面老师有机会用到注音，对不对？里面有，哦，里面有哦，所以呢，您可以从这边。真的很抱歉啦，因为能够找到的，可以商用又可以免费的，完全免费的真的很少。王汉中是真的比较多，那他分别在2000跟2004年有捐出42套。但是有几个啦，有一些那个有几个套字型，文鼎认为他跟他是有相似的，但是官司到后来怎么样，就网络上我就看不到讯息，所以我就不确定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看哦，就是他除了这几个以外，其实还有很多，就这几个是他们认为可能有官司疑虑的。如果你要连上面都排除，你就找下面，下面这里有没有一些有没有注音的？哎，这个老师用就比较没关系，好，那所以你网络上去搜寻一下，应该就可以找到很多他的可以下载。哎，目前可以用的是这个算是最多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是比较特殊一点，就是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叫做全字库，有没有老师去过这个网站？全字库，它本身有提供赠送跟赠考，好，但是我想这个都还好。哎，它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有提供历代书法家的法帖。哎，所以说，如果老师您可能需要做一些封面的设计、海报的设计，那你需要人家提笔签名，有没有？你就找我找王羲之来写，因为你找的是他的真迹。哎，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哈，您可以来试看看啊。那它的这个呢，只要您显明声明，就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把这个内容重置、散播，甚至修改，有没有都可以公开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告诉人家这个是来自哪里就好了。好，你不要说这关改一下，不行嘛，哈。所以呢，这个
字体的部分你可以下载。那么往下看就是这个书法的哈、哦，来我们点进去，它现在是有改版的哈、哦，改成这个。那您可以有很多方式去查询。好，比如说我们要找九德国小的九，九就很多人写啊。好，它这里面呢，一开始它告诉你，你电脑里面有的字型是这几种，那么它自己的字型有这几种，但是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个，我们往下。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好，看到了，有没有《说文解字》跟《山西堂八帖》？《说文解字》大家都熟，取胜，对不对？那《山西堂》呢？也许大家比较少，有没有看到很多作者？有哈、哦，那你填全部。如果你连《说文解字》也要出来，你就按一下全部。有没有大家的九通通都出来了？所以你看你要哪一个比较符合你的需求，你就把它按下去。有没有这边就有 PNG、EPS 跟 WMF？ 哎，您在电脑里面可以用的，主要是这两种。因为我想我们老师应该比较没有用那个 Illustrator 嘛，所以这种 EPS 也许你用到机会比较少。PNG 是点阵图 ，WMF 是向量图。所以如果说你有需要放大缩小的，您就用这个。您知道那个 Office 里面呢、啊？不是有那个叫做美工图库吗？那个就是 WMF 或 EMF， 那个就是向量的。所以如果您要下载这个，其实也可以点一下就下载了，您就可以拿到您的 Office 里面。哇，哦，我们有，我们这边还有2010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可以把它像这样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呢，我们看看把它移到最下层。拉过来，哇，叠不上来，移到最上层吧，这个拿不上，就是老师可以看一下了哦。因为如果你是那个向量的，基本上这个是透明的，但是如果是点阵图 PNG 的，它就是什么，就是没有透明，有一个白色背景，但是你要去背，应该都还蛮容易的。Office 里面不是有一个色移除背景吗？老师有没有用过？没有特别用过，像这一张我把它定存起来，啊，应该复制也可以。好，复制图片，我们在这里，你可以把这个贴进来，贴上。好，进来之后，在格式这边，因为2010就有一个叫移除背景。好，如果您用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，你也可以试看看，有没有？你看到那个紫色的地方，就是它已经去背去好了，已经去好了，像这样就好了。那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PowerPoint， 有那个应该有 PowerPoint， 有，在这里。好 ，PowerPoint 有没有去背好了？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您是刚刚那个在这边的 EMWMF 这个的，连去背都不用，这样有没有很偷懒？简单的吼，所以这个是跟老师稍微分享一下，如果您有需要去找一些所谓的免费字型的话，可以做这些参考，这样。